我还没出头呢，我赶紧梳了一下。你看我这蓬头垢面的。来，就是，进来。找娜娜姐姐是。阿偶是你们家的猫头鹰，然后娜娜姐姐。你说你叫娜娜。是不是找娜娜姐姐？娜娜，你叫娜娜。你这会不会叫姥姥了？不会，姥姥从来到走都没等着姥姥这天儿。姥姥昨天回去了，到了没有？到了，刚落地北京。哎呦，11:30了，这都。哎呀，飞机他从上海飞北京，晚点了40分钟。来，不怕，进来。不怕。对，我给我妈那会儿打个电话。有那么怕吗？你长得不好看，对吧？你长得太丑了，走。太过分了，你。哎呀，你不要把我裤子都蹬下来了，小姐。来，进去。妈妈。啊，妈妈，人家本来是想叫妈妈，你以为叫娜娜？哎呦叫特清楚，连苗子都听见了。娜娜，来。娜娜，哎。哎呀，你这严冷的家伙。哎。你吃了没有？吃了早餐没有？吃了。给你倒点 cereal 好吧？不吃了，不吃了。嗯，那就下来嘛。就是，你要不叫娜娜姐姐，那我就给你放上来了。哎、要跟你妈去来点粥嘛，我昨天锅要过鸭的粥，不要有干贝啊，有那个排骨啊。哇塞，你昨天我们喝了那个皇后大粥，皇后大粥，那个粥是广东粥，对，就是、你喜欢那个粥吗？我喜欢皇后，我妈不喜欢，是吗？我就喜欢加鱼，然后那个干贝，然后好多什么虾，特别好喝。那看着娜娜、还看着娜娜呢，姐姐呢？雅雅姐姐呢？哎呀，好美哦，这个，哎呦，这个下巴，哎呦，就现在就流行这种嘟嘟脸，是不是？嘟嘟脸，抱一下妹妹，抱，哎呦，人家还不给你抱呢，你这是太不给面子了，10公斤，20斤，来加拿大增肥来了。对呀、啊，我妈老吃巧克力，哇，她特别爱吃巧克力。比较吃好一点，吃多一点，我回家也有胖一点，但是我打激素针啊，我就腰间盘突出拿去打激素针啥的。哦，对他们说糖尿病并不是因为你吃糖，当然肯定有影响，当然了，还有就是那个好像说是内分泌哦，内分泌紊乱哈。你看我姥爷也是，我姥爷特别爱吃糖，就是喝牛奶早上还要盛一大勺糖，他就没糖尿病，他就没有糖尿病、我姥姥只有糖尿病。我姥姥还吃糖吃特别少，叫阿姨，不叫阿姨不给你。这个球球不一样呢。夏天走路过来啊，好嘞。夏天走路，把我刚才的笑声屏蔽掉。把我刚才的笑声屏蔽掉。什么笑声啊？把我刚才的很魔性的笑声。这样子才有那个笑看点啊！我天，太可怕了！以后人家就为了听我的笑声是吧？回家吃饭了是吧？回家还没做呢。啊！我得赶紧给他做饭呢。嗯。拿走吧，你拿去玩。阿姨送你了。对了，送你拿去玩，自己这样子。哎，你先谢谢阿姨，怎么谢谢阿姨？对。不是啊。萝卜怎么做？做萝卜糕了。你会做萝卜糕吗？没有，做生吃的那个。那个腌萝卜。哦，腌的呀。阿姨，我那腌的上次你吃了吗？好吃啊！对啊，你我给你再腌。你教我吧，怎么做吧？不要做了，他腌的拿过来就好了。我腌过来给您拿了，很麻烦呐，那个切还。对呀、啊，他那个刀工切不了你那个萝卜。啊，那是北京的腌法。哦。哦，你要爱吃，哎呀，简单。你这个上次的罐头小了，小了一点啊。啊，好，我给你换个大的。啊，我家有大的，有盆那么大的。大的来。去买萝卜去。大的来一瓶。哎呀，刚刚。去完大统华回来，今天大统华也不知道什么日子，人山人海，排队排到两队，不是一队，快过年了，不是他都通常都是学生，本来是说买两只那个温哥华蟹，现在几点了？饭点的时候才去，饭点人家都在家里吃饭啊，怎么知道会那么多人？然后我们去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然后又直接就回来了，啥也没买，不想排队。人多了算。那今天晚上吃啥呢？大便。大便给你吃。给你吃。有鱼啊。这个是胖子夏天钓的鱼啊。夏天。还有存货。煎鱼是吧？
豆苗要先吃了，要不然容易坏。对，生两袋哈。羊排。不能清蒸的。青斑鱼啊。我青斑我吃了。腻的。腻的。你都几个月没吃还腻。对啊，几个月没吃还腻。还放了黑椒的。什么？烧汁，还猪汁。烧汁，照烧汁。那应该很好吃的。吃。I don't eat them last night. Did you beg for it? No. I just said, can I turn my sear for any garlic? And she said, you can have one for free. She literally said that to me. Did you check her inventory? And then the other guy, I got scammed and he said, oh, I saw you got scammed. You can have this one. Well, how'd you get scammed? Painting. 油漆的颜色。你过去帮他选一下。哦，等下去可心哪家。Did you ask if I could come? 嗯。哎呀，差点碰街了，碰街了。这位帅哥等着我。欢迎秦姐。哎呀，来，还铺个蓝地毯干啥？红地毯拿出来嘛。哎，娜娜也来了。娜娜，我把我们家眼光最好的那个带过来了哈。什么 ？Christina。娜娜来了，来，我带你上去。哎呀，怕什么？你不还要跟那个杜莲你们一块去吃麦洛斯洞的吗？阿姨请你们，你忘了？你都等着人家过年了，还没吃饭。对啊，就是不是就一直吗？杜莲来都问我了，不是说去？他也问我，我说你去问阿姨去。对啊，那就咱们就过年呗，咱们去吃麦洛斯洞好不好？好不好？马上这周末就过年了，咱们去吃行不行？好。那你娜娜，你要那个要讲话啊，对吧？娜娜，那你 Friday 时间 OK 吗？娜娜，你 Friday O 不 OK 啊？你告诉我 O 不 OK 就好了。你说 OK。啊 ！Stupid！ 杜莲，杜莲，快拉娜娜过去，快给她拉走，快给她拉走。Let me bring you。嗯，快。你们三个要经常约了逛街。你们俩什么时候逛街啊？把娜娜叫上。就是啊，你们以后两个人逛街，带上娜娜啊。OK。啊。耶。09年。不是，09年，09年大大四岁。哦。苗苗他们11年啊。哦，大两岁。大两岁。姐姐。Oh, that's really gross. 那你要是这样子，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吃西餐了，就他们两个就好了。你要不要去吃麦当劳？对啊，因为你这样子很累的。阿姨，你去不去？麦当劳，为了你哦，你去不去？对啊，为了你，但是你不开口，那就别去了。嗯，去不去？去不去？你去不去？星期五 Friday 你 O 不 OK 呀？你跟阿姨说 O 不 OK？ 你就告诉我 OK 或 Not OK。你告诉我，我就要一个答案。快点，娜娜 ，Yes 吗？去吗？去不去 Mellow Stone 星期五？你就告诉阿姨，去不去 ？Yes or no？ 去不去，宝贝？去不去？跟着两个，姐，记得左边是一个，两个姐姐。左边是一个疯子，右边是一个疯子。You say something? 娜娜是最小的，是吧 ？Okay, don't say that. That's not gonna say anything.是吧？娜娜是正在拆，然后楼上正在擦呢，对，铺地板，对，地板铺完了，你看，啊，是这个颜色，对，就是你想跟楼梯颜色，对对对，跟楼梯颜色悬殊别太大，要不你想上浅底，是多丑啊，嗯，然后这个是什么？来，给你看一眼啊，这是一个颜色，这是一个颜色，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什么 cake， butter。Better cake better， 这是一个颜色，就是叫奶茶色，没感觉奶茶。对，它就太浅了，我还不如这个奶茶呢。嗯，然后这是一个颜色，这个呢是215，嗯，这个颜色是220，就是比它深一个色号啊，是一个系列的。然后这是另外一个颜色，这又是一个颜色，哎。然后这也是一个颜色，然后这也是一个颜色，就是你
就是啊，一二三四五六，你这样意见不统一是吧？对，这六个颜色你觉得你要让我选啊？是啊，你觉得哪颜色？我会选择就这两个中间选。那你不觉得深吗？这样子才有高级感啊。我们就是想找个高级感的颜色，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个颜色是我选的。嗯，然后本来我是选的这个颜色，这个太深了。对，但是从网上看，因为我是看了它那个系列的型号了之后呢，嗯，这个颜色在网上看就没那么浅，哎，我觉得还不错。这个没什么特色，但是这个跟网上比哈，说实话，这个没有网上它那个拍出来的颜色好看。嗯，但这个就是实际颜色，没办法了。然后我选了这个颜色，然后后来这个是这个深一个色号的，然后但是有点太土，嗯，土棕色，反正就是土不拉几的颜色。然后这两个颜色是那个客户他们家的两个颜色，太浅了。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就是客户家剩了一点点的漆，然后朋友说我也刷上你看一看。真的，你这个下面呢？下面是原来的嘛？就最早的时候我们家楼上哦，全这个框框是你自己弄的？框框也是我当时买房子时候就有的。已经有了吗？对啊，我怎么没感觉以前有框框？就这个一直到楼下一直这样下去的。哦，我以为是新加上的。Hello， 洋洋，你来了。Hello。对，又八重漆。我第一眼感觉我喜欢这个。你看他想的跟我的一样。你看有眼光的人。哪个？这个、哦。这个比较有高级感的。我个人认为。我也是这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是，我也是这么认为。嗯。对，但是这是勇哥选的。嗯、然后苗哥说 ：“No， 我最不喜欢就是这个颜色。”我说：“为什么？这么妈妈，你要选这个颜色，我就感觉到我住在石头里。”然后我说：“哦，住在石头里。嗯”笑死我了。勇哥不喜欢，你不喜欢这个？我可以啊，这个我 OK。这个你觉得深吗？这个就有点暗了。是有点，那个西亚也是比较害羞型的。对，嗯，娜娜，像姐姐。Thank you so much. It's eating. It's absolutely eating. 撤了，撤了，撤了。好，好，好。反正你，我跟你说，你叫的人越来越多了，你意见越来越多。这个个人喜好，知道吗？这主要还是看你自己喜欢，知道吗？我就想让屋里别那么暗。好了，走了。那个关上门，喵喵。Hi, Ching. 拜拜。你看看，哎呀。你该用打喷嚏了，一会儿，你干嘛？你这么着急走什么？拜拜。